必须要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的，就是在右手边有没有像一个剑，有没有一个刀，有没有 W， 有没有，你又看到它就是安拉，安拉的符号。左手边穆罕默德，其他就是四大哈里发。阿拉伯帝国从第七世纪到第九世纪统治整个中东西亚地区，就是那个时代的四大哈里发。哈里发对他们来讲，逊尼派的王 ，OK。那么什叶派的王叫做伊玛目，是不同的。